我觉得这个绿色代表就是有生机、活力、酷爽的感觉，所以说今天感觉舞台也是特别的酷炫。哇塞，该你了。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，我觉得我其实也想表示这个，对，好，周了。好，对，就是这个舞台非常的清爽，有海边的感觉，然后台上还有一些沙滩，对，感觉特别的夏日。我的微笑都假了，灵魂像漂浮着，你在就好了，我发誓不让你懂。好，下一个。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，蛮冷的人啊，要怎么打打，会自我折磨。我不会词儿，我就是好会，我不会，这么会。来，赵让，你喜欢什么歌？最近经常听的一首歌叫 Stay。 啊，对，就这个。啊，明白的，明白的，明白的。我会说温州话。我有一个龙凤胎的姐姐，年龄是二字头。那我自己折什么？我有1.8米以上。那谁没有似的？我有。今天穿这个鞋，这个鞋跟也1.8米，这个怎么定义呢？我跟你说，我里面垫了两层。哦哦，净身高，净身高我也有1.8米，我垫完1.82米，1.84米。我有驾驶证。不是你俩输了，万一不接就很尴尬。行了，挂吧。应该都在忙。喂。喂。我没钱了，你能给我点钱吗？什么？哎呦！怎么回事？挂的太及时了。哦，没挂是吧？我再打过去。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我没钱了。啊。你能给我转1000块钱过来吗？好，行，那你现在给我转过来呗。行，等一下啊，快看。哇哦，1000，我打给吴海。喂，海哥。喂。你现在在哪里啊？你回酒店了是吧？你现在微信有钱吗？借我一下呗，2000块吧。给你了。没。你转给我。你再给我转3000呗。你再给我转3000呗。你是要干什么坏事啊？我没有干什么坏事。5000够吗？你再给我转240可以吗？我算200吧，200吧。200就可以了。太会了，是不是很帅？行。